历代志下听讲，这一节所罗门做完了，就破天的一切功，就把他父太比分别比新的金银房器皿都带来，放在上帝天的布库里。你那是所罗门将一切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，并一切的族长，就知道耶路撒冷有百廿伯伯的玉盔，从大卫城超市石岸运上来。三二四七十以色列众人在前日之前都七十多亡那里，是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偏台去玉盔。只是利未人将玉盔送上来，要将鞭幕和鞭幕一切的器皿都带上来。六十六门王和七十多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玉盔前先牛羊为祭，到底不可信数。七，只是将亚伯伯的玉盔抬进内殿，就在至圣所放在两架基路伯的翅膀底下。八基路伯装着翅膀在玉盔之上，扎任玉盔和盔台的钢，吊着钢先从钢条内殿可以看见，世人外却不能看见，直到如今凡在那里。七十玉盔里为要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于埃及后，亚伯伯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，除出以外，并无撇物。十二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知识都已赐结，并分办公职。十二他们出新手的时候，各仓的利未人阿希曼、阿撒希曼也都遵服他们的宗旨，其中冬天上就穿着西麻布衣服，站在坛的东边，靠北靠上弹琴，同着他们要一百二十个知识才好。十三才好的上个窗的都一切发生上合比一真美感谢的爸爸才好。靠北用个中落去用上真美的爸爸说，亚伯伯搬回山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时亚伯伯的天要远充满，甚至知识不能暂列穷竭，因为亚伯伯的勇光充满了上帝的天。